生命电视台人生加油站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欢迎各位不断的关心收看生命电视台。目前中华护生协会在台湾地区已经养了300多条的牛，将近2000头的羊，还有几百头的猪。各位够慈悲吧，够伟大吧，我们赞叹这些菩萨的帮忙。但是呢，海涛在这边更要恳求各位继续帮忙。为什么？这些牛羊猪的照顾开销吃的非常的庞大，但是非常的值得。我听说不失食物不失药物，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。所以愿各位不断的护持中华护生协会，来买更多的饲料医药，来照顾这些牛羊猪。阿弥陀佛。慈悲喜舍的捐滴护持，让自由的呼喊结合大众之力，落实为生命的保护站。欢迎护持中华护生协会救护动物、推广吃素的行动。护持账号：4213-8483，4213-8483，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
各位大德阿弥陀佛，生命电视台一打开，哎呀，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，佛法之光就照着我们全家，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，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。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弘扬佛法，对整个世界、整个宇宙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关心生命电视台，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出钱出力。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收看生命电视台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生命电视台更有很多的这种资粮来制作更多普度众生的好的节目、动画、连续剧，请更好的法师，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这么好，可以买更好的配备，制作更好的，那么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普度众生。所以各位多关心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，今日欲要生我养己，于心何忍？更似在喉，痛苦难当，何况垂钓时鱼儿穿喉之痛？慈悲与智慧，应从小小动作开始。施舍于物，点滴不浪费，既不亏己又为善，既环保又卫生，这就是仁慈。世上刀兵大劫，皆由人心好杀之。若人人戒杀放生，则因慈悲悟悯之心，刀兵